位于槟城乔治市榻田仔的一间战前老屋，隐藏了全马唯一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墨水洗眼睛服务。其实这个行业呢是我家传的，然后是在于我大概中四中五的时候呢，就放暑假，然后我的爷爷呢就叫我学起来，考完 SBM 之后才真正的有去做这个行业。其实洗眼睛，其实我们呢是真正是洗眼皮而已，不是洗眼珠。我们是用中药做成的药水，还有中药做成的墨汁混合在一起，然后翻开上下眼皮起来洗眼睛的。过程是大概10到15分钟，是看你眼睛几个张，最少我们会洗3遍。一天呢，差不多有10到20个左右的顾客都不一定的。我们的顾客呢，有本地槟城人，也有外国的顾客，也有国外的顾客。国外的顾客呢，就有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、中国、印尼、泰国等的华人比较多。我们今年3月起呢，已经调整价格了。距离上一次调整呢是10年前的事情，所以今年调整的价格呢也不是很多，就在于5块钱到10块钱里面。我的收费呢是在35到60里面，就看你眼睛有几肮脏。我自己本身洗了17年半，我遇过最特别最搞笑的那个顾客进去眼睛的东西，就有头发，然后有白果壳，有进米的，然后有进这个隐形眼镜碎片的。也没有两件不见面，就看自己个人喜欢。好像我自己本身就会每天一个星期洗一次了，